去新庄体育场啊，还有喂鸽子啊。哦。啊，像这个鸽子就会来吃啊。那也不能喂鸽子啊。那喂意义好不好？意义这样。喂这个科学面哦，你看喂意义。哎，这个意义一直吃，一直吃啊，又要吃了。掉到地上都是，还要拍起来一点。啊，又在吃科学面。你这样子撕两半，等一下就砰，就全部掉地上，然后眼泪就滴下来了。吃太快了啦！不要再拿了啦，都丢到不要。回家再吃，不要在这里拿了。不要再掉到地上。等一下，你要扫干净哦。等一下。你都掉到地上了，你敢拿几包来啊？咦，不要再开了哦。咦，妈妈有说。不要再开了，你们等一下地上都弄脏了，阿妈等一下。你为什么书包拿那么多包科学面？回家再吃。我想要去运动场再吃。我拿去运动场喂鱼吧。哦，好冷哦！为什么像软绵绵一样？哦，很冷哦。来啊！你自己穿。小兔。